每日头分一件技术好样呢，四个设计呢，同学用包装创意来做主题发表个展览。有同学团调味油包装结合白灯火，也有同学团土房泥塑个包装用土房底个概念来设计。果子听说一箱一箱的买起，对高级的果子用做的更重复使用的单粒包装，唔但抢做的增加果子的价值，送礼人也较唔会负担蛮重，还敢唔强冲唔强过多。按使用的创意，还没有一件技术后验是高三几年同学提出来的新想法。然后它其实很巧妙的，只使用一张卡纸在它的内部把它撑高，所以它的结构在摔的过程当中，这颗莲雾都是完整被保护的，所以这个是百合花的一个符号。但那杯包装设计的构字为海南有加出，容易做起公家地位神奇方言，看到的人会卡上爱去买。同好老台湾的土凤梨树，用一枚高贵的凤梨树印象，老土凤梨树弯到土凤地凤梨树，看到人上爱笑。因为那个凤梨酥比较高价位，然后我们就会想到皇帝，然后可是凤梨酥是很本土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想说就是用一个土字，所以就是土皇帝这样。含有调味料的包装加的款能力，先调款起来加动立体，调味料的包装就变作动体片的等级的文化创意，加多产品包装度，同好自由发挥行动使用，一度设计很地道的重重倾听，充满的文化创意的视觉创作，同学很地好教就有的专业竞争力。大家新闻总之明，美丽报道。